我去熊猫公园，知道您好这口。迪斯尼公园，我说那是中文名字，没这么翻译的，知道吗？反正一样，差不多。这是好玩，这边是东海岸，西海岸加利福尼亚。哎，那好地儿啊，好地方啊，阳光、沙滩、美女，我喜欢。我俩这个了，这我是走在海滩之上，心潮澎湃啊。阳晚风吹拂澎湖湾，台湾校园歌沙滩，没有椰林缀斜阳啊，只是一片海蓝蓝。唱的不错，东北人你的教的吧？我这英语歌唱多了，他也唱不到二人转上去。唱完我觉得肚子饿，好，这就饿了，吃饭去吧。海边的豪华大饭店啊，专点海鲜。哎，加州讲究吃专点海鲜。哎，好东西，我就点龙虾，专门点龙虾，专门点龙虾。一块服务员，四个服务员搭着一个3米长的大盘子，龙虾就得吃大的，全是龙虾。哎呀，我大眼一扫，10000多只龙虾，一万多，这还等什么吃吧？这什么姿势这个？哎呀，好辣！您等会儿吧，麻辣小龙虾呀，再来两串鱿鱼啊，两串烤鱿鱼啊。您这个是加州海鲜大饭店还是郑州大排档？你管得着吗？你嫌这东西不好是吗？那当然不好，吃别的有好东西啊。什么好的？螃蟹。哎，这是好东西，好东西吧，正宗的海边的梭子蟹啊，一个个都这么大个，上撑腰一个8斤半，有8斤半的螃蟹吗？厉害吧？啊，点呢，舍开了点，别人一般都是点个半磅吧，对吧？一个 quarter 这就完了，我点三磅，那你一顿也够了，是吧？再过一会儿，哎，服务员拿着盘子上来，一看这40-50个螃蟹，哎呀，我更摔了，3磅就要40-50个，您这螃蟹多大？这么大，你不怕当5分钱花了？你见过团旗的5分？呵，您倒瞧得出团旗来，棋子蟹嘛，围棋蟹嘛，没这么这样的，没这名字，您这刻毛豆。不，我好吃那好，你管得着吗？真是，我连吃了1个星期啊，实在是有点饱了。我是一个星期围棋蟹，您倒夸饿，吃完了消化一下啊。拉斯维加斯。赌城，赌场，顺便去运动运动。哎，这个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很好吧？有什么好的？非常大，人又多又热闹。啊，人家赌博项目很多呀。哎，对，玩法不一样啊，有的是玩这个什么21点啊，对，对吧？扑克牌21点，有的是这个桌上是一个大圆盘，转哪转哪，然后庄家那边给你撒乒乓球。那不是乒乓球，人家那叫轮盘赌。哎，反正就这意思吧。啊，他们这玩的呀，技术含量太低，看不上。那你玩什么？我要玩有非常复杂的。那你那个复杂的什么样啊？相当复杂，每个人发8张牌。8张牌也没什么。在地上排开。不放地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哇，排开。这边庄家喊开始，我们6个人一起。别摔着。您这是跳房子呀？您这是小孩玩的。你别管什么玩的，只要赌的大就行呗。豪赌，一把5分钱。您这个跟那螃蟹也是差不多。哎呀，实在是我豪赌了一晚上，赢了100块钱。那也不多呀，就是这个腿呀，站起来了。5分钱一把，赢100块钱。哎，我没说话呀。你别管，我有这100块钱，我这叫有钱了。这就叫有钱。我要周游世界。100块钱周游世界够吗？这不够啊！不够啊！哎，不够的用我就随处要呗，哪儿没几个好心人呢？要饭旅游，头回听说。哎，你别管，反正我逛了世界无数的名胜。那你还去哪儿了？西班牙。哎，西班牙是好地儿。西班牙好地方吧？斗牛士那是世界之名啊。对呀、啊。哎，这么大一个斗牛场子啊，我们这儿10几个那么大，里边跑的全是公牛啊。当当当当！您这跑的是公牛啊，是猪八戒？我寻思着，我给他们配乐了，对吧？别配乐，这牛跑乱了，是吧？然后斗牛士那边举个红布，在那斗牛，对吧？对，不是一个人啊，他有助手。斗牛士不是一个人啊，他不是一个人啊，他继承1000百年的斗牛士优秀传统，在这个公牛黄金奶牛在他身上灵魂附体。这得跟黄健翔一个老师。我也纳闷了，听着热闹就行了呗。别这么着，西班牙好玩。哎，法国也不错。哎，法国是好地方。法国有那个什么，就是挂着世界各地名画的那叫什么宫来着？卢浮宫。哎，对，
卢浮宫，我专门去参观啊，高雅艺术，看看名画嘛。比第一回合那位仁兄讲的高雅艺术，那是要高雅多了，是吧？卢浮宫没有。达芬奇的，对，拉斐尔的，好，都是名画呀。什么呀？萝卜、白菜、小伙儿吧。那时候画青木写生有放萝卜白菜的。换鸡蛋。这鸡蛋有，你看，我说这换个位置就是好，这运气好，鸡蛋它有。哎，您就往下说吧，往下说。鸡蛋，你想，达芬奇要画一鸡蛋，他得几十万吧？那人家是名家呀，这要是画个养鸡场，别画了，再画禽流感就出来了。哎，后来我还看见齐白石的画，哟，那个别的有，哎呀，好东西啊，啊，人家萝卜白菜，啊，有。哎，有萝卜、白菜，又蒙上了，对吧？京葱、牛肉、韭菜、猪肉、香菇、鸡肉、芹菜、虾仁儿，您远东这点饺子全让你叨出来了。我寻思这它有浓郁的艺术香气啊！别闻了，再闻这辣花蒜的味儿就过来了。反正是好，看得好，看得。哎呀，受到高雅艺术熏陶，我肚子也饱了。哇，前一段，我这不刚从俄罗斯回来，还去俄罗斯了。哎，俄罗斯好地方。俄罗斯你去过吗？俄罗斯还真没有。没有是吧？对，这就好办了。这就是好给你解释吗？对吧？说不见了。俄罗斯有一个著名的民歌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。哎，那是民歌啊，听过吧？啊，俄罗斯上好风光，听过心爱的土琵琶。您上俄罗斯搭火车去了？不是你翻译过来唱。没怎么翻译的。俄罗斯东西好啊。啊，我穿他那大皮袄，对，喝他的高度酒。高度有多高啊？高，10000多度。汽油都没那么高，一下着他两三瓶，喝两三瓶。早晚我上警察局门口闹去。你还敢上警察局门口闹事儿去？哎，喝的多了吐嘛。就这个呀？打里边进来，冲着两三个绅士把我领进去。嗯，住了3个月，天天送水送吃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您还不好意思，那把你关起来了。关起来？嗯，关起来也行。我这比别人多玩一个景点啊。监狱没卖票的，反正就是玩的好嘛，对吧？出来了以后，走在俄罗斯的大街上，看一看银装素裹，看吧。俄罗斯上好风光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。您得了，您上俄罗斯旅游，怎么老忘不了山东枣庄那点事儿？讨厌，讨厌。